如咧踏入樂壇25周年嘅日子啦。為咗答謝歌迷一直嘅支持咧 ，Tommy 咧將會喺11月15日匯星 Star Mall 舉行湯寶如獨愛音樂25周年演唱會嘅香港站，有請 Tommy。想將喺紅館嘅感覺嘅舞台設計啊，或者係所有燈光啊、音響啊，全部都搬曬去九龍九龍嗰度舉行。即係我希望能夠真係會做到嗰個效果出嚟。其實而家我哋一路都係度度諗嗰個舞台係點樣啊，咁啊盡量都有同導演講話唔好咁多提及啊，因為你知女仔中意著高踭鞋噶嘛，係啲裙咧，係啦，會棘到，咁我又唔想即係有啲咩意外咁樣。咁最緊要就係靚啦，咁啊唱多啲好嘅歌俾大家聽啦，都係大家一路以嚟喺25年陪住大家成長嘅歌嘅歌手，一定會請一啲我喺圈中裏邊係好 friend 嘅朋友上嚟做個嘉賓啦。咁就如果我喺度諗啊，我做一場會。請好多嘅喎，即係會變咗群星演唱會。因為大家都有諗緊啊，你咁多朋友啦，咁既然係請咗你邊個嚟？係俾你嚟睇得㗎啦。係，好。咁如果即係要上頭嘅話，咁拭目以待啦，大家。哦，即係有少少嘅秘密先啦。係啦，即係聽到係靚啦、簡約啦，同埋震撼，因為有紅館嘅一個感覺嘅。係啦，希望到時大家可以細心欣賞。喺度再一次咧，預祝咧11月15日星期三晚喺九龍灣展茂中心嘅匯星 Star Hall 舉行嘅湯寶如獨愛音樂25周年演唱會香港站演出成功。